久没来八卦山了。从12月17号我们圣诞点灯开始，一直到农历的元月15号，那欢迎大家都来八卦山走走。那八卦山本来都有精致的生态哦，那晚上我们现在又增加了非常多的灯哦，欢迎大家多来走走，也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哇，今天 lucky 哦。